抢先带来关心新闻焦点。清明连假收假日，国道五后出现车潮，国五北上回堵五公里。江南地区供水水库蓄水量跌破四成，明天开始第一阶段限水。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爆炸案，警方公告嫌犯照片朝恐攻方向侦办。庆祝儿童节，柯文哲告诉小朋友今天快乐一天就好。更详细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